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左半边方向，打得相当深远，左外手追过去，这个球上去了 ，Home Run！ 直接被陈佑基呢扛出了大墙，左外野方向的阳春全垒打在九局上半，帮助同一师队呢再添一分，现在比数呢变成了6-3。今年球季呢，陈永基呢所出现的第八支的全垒打，哇，这球拍了有够管，仰角真的够高，左外也有稍微小顺风。比赛来到尾声哦，有3分的领先，对球队蛮有安定感。哇，这也是陈佑基好久不见的全垒打，上一次呢他敲全垒打呢是5月24号，在陈金虎呢面对义大犀牛，从西克敲出了本季的第7轰，中间稍微偏内角的地方，那高度正好在腰带的地方，嗯哼，帕卡祖孙呢是